疫情期间想进孝道，可拣喺互联网拜祭先人。网上有不同的拜祭平台，其中由广灿发明家袁士杰创办的念音网提供多项功能，是全港首个集智能族谱、先人纪念言和电子祭祀于一身的网上平台。点下鼠标就可以为先人献花点烛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。